1972, on my bar mitzvah, my parents gave me a set of visual devices, and as long as I put them on, I have a chance to reach any world I can imagine. It's like having a very long dream, where I am no longer the original me, but a splash of red. I travel through a colorful world full of different colors, colliding and merging with them. These are the colors I have seen in the real world, and they are so real that they made me temporarily believe in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world, and believe that I am just a splash of color in it. This new and uncontrolled feeling excites but also terrifies me. But the cursor that follows me keeps reminding me that this is not a completely free world. Maybe with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is world, me, more precisely, we, can't live without technology. It restrains people's crazy injected emotions, but also protects them from being completely lost in this unknown world.来自2072年的朋友您好，现在是2022年，感谢您使用本公司的时空穿梭设备，因为目前设备尚且暂时也阶段，暂时无法带领您到达真正的2022世界，因此我们通过过去采集和保存的2022年人类梦境拼凑出了这个暂时的梦境世界，以供您与2022年的人类构建起交流的机会。 真的？我没明白，这也太扯了吧！好歹多给点提示啊，给点防身道具也行啊。没错，而您现在所看到的、能给您留言与您交流的，都是系统随机召唤到的与梦境世界有关联的2022年人类，他们将作为向导，帮助您探索这个对您来说未知的世界。那么，祝您好运。 Hello，
我感觉有东西在靠近，听脚步声，体积应该不小。朋友们，有人做过这样的梦吗？有没有解决办法？喂，那个，你还好吗？你之前做过这样的梦吗？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是有什么现实经历影响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我们能帮到你。给我也看看呗，四老师，请把你的热舞带到梦里去跳，这样大家都有机会看见。其实我也因为以前不好的经历做过噩梦，明明挺离谱的梦，我却挣脱不出，还以为那是现实。是这样的，梦境真的很会挑选那些最容易让我们在意的场景。一旦我们的情绪因此波动，甚至上头了，我们就很容易迷失了。
朋友们，刚刚的场景你们都有熟悉感吗？或者有熟悉的要素？哎呀，朋友们，我突然觉得有些头晕，不知道什么原因。Hello，我好像感觉身体有些重，动起来会有点困难，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好像除了不太能动，其他都挺好，还挺喜欢这间卧室的。笑死了！我根本无昨天娘妈的都能扫地，快打起啊！真好啊！从小我的父母就因为繁忙经常不回家，我一直还挺向往这种场景。早上从温馨的房间醒来，门外传来父母的交谈声。不一会儿，母亲就会打开我的房门，唤我去吃早饭。可能因为现实中有缺憾，才会在梦里获得弥补吧。
恭喜呀、啊，龚老师！看来有时候梦里美好场景虽然是虚幻的，但对我们现实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看到自己的美好愿望，然后督促我们为之奋斗。嗯，现在朋友们，你们说的太好了，谢谢你们让我学到了很多。怎么回事？是设备出故障了吗？还是梦境世界要坍塌了？我这是回来了，也看不到那些朋友们的留言了，看来是结束了。究竟是哪儿？